它是由七层野猪皮而合成的，坐上了谁都打不开。很好玩是不是？老板，各位试试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像还不错。走走走，老板，这个确实还挺行。那个打开不打开？这钥匙还在琉球国，还没运过来呀。你说什么？哥，你挺会玩啊。什么东西锁住了？看，老夫人。还挺会玩的，老夫人，这是全淳安城最好的锁匠。两位挺会玩啊，什么锁我都能打开，就这把锁我打不开呀。为什么？这是老天给他们的缘分，锁在一块儿，我怎么能跟老天斗呢？告辞告辞。哎，去把厨子叫来。厨子，这个厨子啊，他有一把刀，据说是上天的陨石给打造的。天上那个牛郎织女的那头牛就是被这把刀给杀的。先杀男的还是杀女的？什么杀男的杀女的？我是让你赶紧的把这个锁给他们劈开。哟，别会玩，到我了啊。